现在刚刚告诉你们什么？人家叫我们参加。走去捷运站的方向吗？认得啊。好，那我跟你哦，你带我走哦。带路。你带我走哦。好，你不要摸。那、啊、快点，那我们等下去吃饭。鸭子啊，鸭子。他发现一样。再一张不能动。哪边？不能动啊！可以想。过来，快点再一张，不要动。再一张，不要动。